天生我材必有用，个个女孩都有必杀技。要到这样身材准备，她就忽然砰了一下，击杀了。对，击杀就砰撞到那个板子。假如萝莉塔的话，应该是牙齿直接卡在那个卡在玻璃上面，她的牙齿也不能小觑哦。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